我曾经一个月就是不出房门，然后甚至有点自闭，有一点抑郁，就是不好意思问我家人拿钱，一个星期没钱吃饭。中国有句古话叫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就是在吃苦的时候比我吃过更多的苦。我觉得我不是偶像 rapper， 我只是把我的生活的一部分，性格的一部分展露了出来。其实他的实验音乐做的会更厉害，我听过很多。就是我现在自己在尝试做迷幻摇滚，但是我想把它做成 Ace Hip Hop ACID， 这是我目前一直在尝试在做的事情。我的受众已经听过那些歌曲了，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些这样的歌来赚钱，懂我意思吗？懂你意思。还是挺 real 的。real。我觉得他很 real。对，他至少是 hip hop 的。他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。我有点 respect 现在。对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在创新，他也是在靠自己的流量去推广一些新的音乐风格。我对他完全感到respect.